贫僧只想救天下苍生。只想救苍生，为何总是出现在我的面前？难道我青云说你对我的心意是真的？姐，我今日一死，已经对不起咱们许家的列祖列宗了，你还要我向近百万磕头道歉，那就更对不起他们了。姐，你就别再难为我了好吗？我是不会向近百万低头的。周一至周五，周四晚间八点，又见白娘子。